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有主的同在，就常常喜乐。经书连环派，以赛亚书第65:18，上，恁当因我所做的，永远欢喜快乐。无一个学生伫学堂被老师批评，你心情无好，等到厝内，路上拄到路边有一只小狗，便凶凶地踢你一脚，小狗汪汪叫，小狗受了气，看到一位穿西装的头家，便向前凶凶地夹伊一嘴，夹夹这个头家目睭大大粒。头家转到公司，一日见到秘书便大发脾气，甚至拍桌顶大骂。女秘书莫名其妙地受了气，转到厝内便找伊的先生发泄。而迄位先生就是这位学生的老师，可见而知，迄个班的学生第二日上课阁是受了老师一顿大骂。结果放学转到厝的学生看到了狗，无讲第二句话，阁再踢伊一脚。弟兄姊妹，这便是连环的情绪感染，无好的情绪会影响周围的人，而周围的人的心情阁会调查到你的心情。可是那是对你开始传送快乐，安尼结果会怎样的呢？将一个人的忧愁变为快乐，是上帝所要做的事，也是基督徒应当做的事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伫日常生活中，无论是伫厝内还是外口，对厝内的人还是朋友甲同事，总会发生人事的问题。阮有意见未合而冤家，心情无好而发脾气，这一切引起无快乐，就会伤害彼此的感情甲关系，拢毋是你所欢喜。求你赦免阮，求主帮助阮，保守阮上伫你的面前，常常有你的听甲话语充满阮，互阮对人会通有爱心甲宽容的心，以快乐的心情甲态度对待每一个人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